Sugar Melon， 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帅哥美人 Sugar Melon， 欢迎收看这一阵随时握起之神秘箱 Facebook Edition。OK， 来，我们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Valeri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nior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CC。大家好，我是粉蓝色。大家好，我是 Gabriel。而且我们玩这个神秘箱，对不对？燕威第一个跑掉。所以讲你可以不要玩的。那我们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哎呦！哦，两只手的，用脚也可以，如果你可以的话。OK， 谢谢。这么简单？这么简单，你就是卧底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你脸部表情。那我啊，来下位，对，谢谢。哎呦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肚子打到那个桌子。小心！你这样我很紧张哎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我今天知道自己在摸什么鞋。等下我连摸了又不懂，真的是笨呗。摸到吗？摸到了吗？哦。哎，你们，你们也是这样的。你摸好一点。他都没有事，他是指节，他不一样。你到底摸到了没有？他是懂了。你蒙丢了不？摸牌，再摸牌。好玩吗？哎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哦，吓到你了，对对，我也很激动，我也很激动，对。这个方式不对的，他有喷东西在上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可以讨论，我知道你啊，不可以讨论啊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哦，演得太假， okay. 演得太假，真的。OK， 大家喜欢的，我们每个都不笑了，只要感觉摸得很舒服的感觉哈。来，我们可以走一轮哦。那我们先从 Valerie 开始好了。嗯，好。来，好，你是卧底噻。有层次感的。好。OK OK， 又软又硬，又软又硬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呐、啊，真的要看看，你不要笑我，你为什么一直笑我 ？OK OK OK， 我认真哎、欸、，OK， 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那到你，到我啊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让你流泪，哎呦，太明显啊 ，OK， 这蛮明显的哈、哦，它是很多菜品的。就是你食谱会经常看到的一个食材，对。OK OK OK， 来，我觉得这个有 body 的时候会通常用的，有 body 的时候会通常用，party 玩这么大，party 玩很大，没有啦，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哈，会，可能也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，你是觉得我是卧底？我不是觉得你是卧底的，我是的。Gabriel， 为什么 body 会用到这个东西？你可以放东西在这个东西，在这个放东西在这个东西。放东西，我只能说，要么就是卧底，不然你说吧，他跟我们的概念哦，那个东西有点分别。好，我们全部公你好了。好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，你完蛋了。Junior， 我要问你哦。是的，姐姐。为什么又软又硬？触感就是又软又硬啊！我摸到又软，然后又硬，然后就是对。可是他讲可以放东西。你不要把那个风吹向他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风也是往你这边吹。哎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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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西西，你有听中文歌吗？有的嘞。这个食材有一首歌，的名字吗？有没有？是这个名。哎。OK， 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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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问 Junior， 哪一个地方软，哪一个地方？外层硬，然后那个下面是硬的，然后上面是软的。下面是硬的，上面是软的。对，我摸得很仔细，我摸很久，还两只手呢。OK，Junior 几号啊 ？OK， 我想问 Junior， 那这个东西呢，可以用来煮的吗？不好吃。哦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其实你们卧底哦，要帮对方的，你不应该问他嘞。哦，你该问别人。我们是互害的嘞。来，我们先开始投票哈。好的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的 Gabriel 出局，投第二个哈，直接投第二个吗？来，三、二、一。耶。二号，我们的 Junior 也出局。OK， 所以我们 Gabriel 来，我们先看一下你是不是卧底。
空盘。哦，空盘。可以装很多东西，是的，是的。他以为他的孩子是空盘，他以为他不是卧底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怪不得他说把底可以用，然后可以装东西。OK OK，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的？我们看 Junior 的。好。我现在才摸到还有更多东西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哪里软？这真的是。我以为是柠檬，就是又硬。弟弟呀，弟弟呀，哎，我摸得很仔细，这个。弟弟，你摸得很仔细，你有闻吗？我有闻，可是我。那柠檬是这个味道吗？我以为，我觉得他们会喷弄一个臭的味道在上面。哦，哎呦，是我想太多。难道是这样？是真的吗？是你吗 ？Oh my！ 其实是我啦。哦，是他，层次感。我们完全忽略到 Valerie， 可是他的第一棒层次感，我觉得对他层次感就中了，我就不需要再问他，不要。而且他很诚恳，我还怀疑你。我还给你猜歌的，你还唱给我听？我们哪里可能？我们差一点合唱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卧底获胜。好，大家想观看我们更多的谁是卧底之神秘战的话，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、TikTok 还有 YouTube， 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见，耶！ Bye. 我做了三次才成功，耶！耶！完了，我还要跳脚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给我打到，我打多一次的啊！哦，惨了。哇！